我们现在人在太麻里的三河海水浴场。我们沙明今天要来当一个一日渔夫，体验一下当渔夫的乐趣在哪里。他尿尿，他尿尿，水漂。蓝色的海，我们现在人在太平洋，太平洋。海浪滔滔，我不怕哦。沙弥安尼第一遍来到这，算人生安尼嘛，算有价值啦。沙弥，坐下，不动啊，不动。